大家好啊！今日带大家翻嚟到温壳 WA7 咧，就睇一间咧三房半独立屋。咁业主嘅开价咧系22万磅嘅，系一间 freehold land 嚟嘅。点解介绍呢个楼盘俾大家呢？一嚟呢个咧后花园咧都几大嘅，二嚟啦，咁佢个价钱咧都非常之即系适合咧啱啱嚟到英国嘅人嘅。随着 Lion 哥团队喺英国业务嘅扩充咧，而家公开招聘 Birmingham、Reading、Milton Keynes、伦敦、Bristol 同埋苏格兰嘅兼职嘅职位。有意者可以跟我们联络的，联络的 WhatsApp 号码就是+44 794 6633 168。大家好，我是拉人哥，我 YouTube 频道主要跟大家分享英国的楼盘和移民英国的资讯，有时也会分享一下香港的楼市和这个时事新闻。如果大家看到有广告，请帮手看埋去，请帮手订阅及分享给朋友，还要按埋旁边的钟仔，今天有新片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给大家的。我已经送出了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一册，第一册的内容就由你计划移民去英国直到入境英国为止的。如果大家还未有的，可以加我 WhatsApp 群组拿的，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+44 794 6633 168。而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二册本来打算在10000个订阅的时候就会送出的，但是因为近期的工作比较繁忙，加上最近订阅人数升得很快，因为本来我一个月只有几百个订阅的增长，但是由上个月突然间一个月增长了2000多个订阅，所以订阅突然间快增长我都失了预算的。那我在百忙之中我都抽时间整理本第二册的电子书了，希望大家就耐心等候。最近英国的楼市就很炽热，很多时楼盘在拍了片几日之后已经是卖出了的，而我们每日出在 YouTube 上面的楼盘片已经是一个星期前拍的了，所以经常会出现有买家查询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楼盘已经是售出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建立了一个巴友的群发群组，叫做拉人哥的英国楼盘速递，将我们拍好的楼盘就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潜在买家。大家可以加入这个 WhatsApp 群组的， WhatsApp 号码就是+44 794 6633 168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讲埋佢个校网先。咁佢个校网咧喺0.6 miles 以内咧，已经有4间 good 嘅学校喺度噶啦。咁今次咧业主咧就冇提供 floor plan 啦，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直接去片去睇下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咧嚟到温港呢个三房单位去睇啦。咁啊，我觉得呢度都几诚意推介嘅。咁第一咧就系、是、温港呢边呢个价单比较抵玩啲啦。咁如果係啱啱落腳嘅话呢，我呢边我都推荐嘅，因为我头先呢我揸车嚟到嘅时候呢个感觉都几好嘅，其实呢边係啦。咁啊，一般人呢就会比较听到多啊曼城啊、窝灵顿啊、圣赫伦呢啲地方啦、啊。咁温港呢边呢其实都抵嘅，係啦，咁可以考虑下。咁呢个一定係 storage 啦，我哋可以望一望。係啦 ,storage, 咁啊楼梯下面一定係 storage 嚟嘅。系啦，咁呢间屋咧都比较市正嘅，所以咧我就推介呢度咯。系啦，咁我个厨房啦，系啦，咁啊系啦，咁啊一般嘅嘢佢都齐备咗嘅，啊几市正几靓仔啊！啊呢边咧就系嗰、那个洗衣房啊，其他啲嘢嚟嘅，系咁啊放咗啲喺呢个位置可以放张餐台咯。咁啊呢边餐台左手边食饭。咁佢都有個玻璃屋嘅，咁個玻璃屋呢佢就愛嚟聽音響囉。咁另外呢個嘢呢我就都幾覺得好得意。咁佢有個煙通呢佢嘅 chimney 啦，同埋一個爐啦。咁呢個爐呢就係燒木嘅，係啦。咁啊如果去冬天呢其實呢個位置都涼嘅。咁如果你成班人喺度開 party 呢幾好 feel 啊。咁我問咗佢幾多錢呢，就是用了1500磅整的、okay, 花园呢就是这样了，今天开始有些凉了，花园也不晒气，这边它可以入到车咯，它可以这个花园如果你推翻出来呢，佢打直拍咧，佢前面個前院都拍到兩部車。咁如果你要再拍車入嚟咧，就都拍到一部車。或者有啲人想買架 cover van 咧，呢個位置完全拍到個 cover van 入嚟嘅，係啦。OK， 咁啊，好。
好，咁我哋入翻去室内啦。咁我哋开始上楼上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呢间上楼上啦。系，咁啊上楼上，咁啊都系一般嘅 semi detached 嘅格局啦。咁一上嚟咧就系洗手间。咁啊，瓷砖上到顶啦，系啦，跟住咧就有埋个沐浴嘅设施啦，系啦，咁啊都几市正嘅，几整齐。咁啲英国人咧，如果俾人睇楼咧，佢哋习惯咧就打扫到好干净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呢间就小朋友房间啦，系啦 ，OK。啲 condition 都我覺得 OK 嘅，可以即刻住噶。好，咁啲相我就小心啲啦。佢啲磚啊，鋪曬磚噶。咁主人房位置啦，係咁佢呢邊咧就做咗個衣櫃，呢個係咪 end suit 嚟噶？你望下，係啦。哦，佢做咗個衣帽間喺呢度啊，係啊。咁我費事睇佢啲嘢啦。好。咁啊，比較佢啲嘢牆紙咧就可以嘅話就即係暗少少。咁如果我哋香港人咧就中意光猛少少嘅，咁英國人佢哋中意咧啲牆紙同埋牆身咧都暗色少少嘅。呢間啊仲有一間房咧，都放到張呢張牀三尺半嚟嘅，係啦 ，OK 嘅。好，咁啊。今日嘅介绍去到呢度先，咁啊多谢大家啊，有啲咩帮手出声，唔该晒。好，咁啊拍一拍个街景先。咁头先我哋喺呢个门口入去啦，咁啊 semi detached 啦，咁啊望一望出边嘅景色啦，咁啊内街嚟嘅，系啊内街，啊 OK 嘅，几舒服嘅，系啊呢边就比较几舒服真系。咁如果大家对呢个楼盘有兴趣咧，可以 WhatsApp 联络我哋嘅，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就系+44794663168。有关点样申请呢、這个BNO Visa 咧，其实我都出咗几条片噶啦。咁其实咧真系好简单嘅，其实大家跟我啲片或者未必跟我嘅，咁你其实上 YouTube 咧，去其他嘅 YouTuber 揾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搞得到嘅。咁有啲观众咧，佢就同我讲啦，真系佢哋连英文都唔识嘅，咁就好难做个申请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唯有咧，即系我就揾香港嘅员工就同大家去处理啦。处理呢度咧，我哋会收翻少少服务费嘅。但我重新强调，大家真系唔使俾钱我呢边赚咯。因为其实你睇我啲片或者睇其他 YouTube 拍啲片咧，真系可以自己处理到嘅。咁我喺呢度祝大家觉得嚟英国就事事顺利啦，生活愉快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兰哥。我嘅 YouTube 频道咧，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国嘅楼盘同埋移民英国资讯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请俾个 like 我啊！请帮手订阅个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啊！咁有新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请帮手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 account 啦，拜拜。